加过什么活动？你会什么技能吗？我会陪你聊天，我会认人脸，能识别站在我面前的人的性别、年龄，还能观察你的面部表情呢。你看我现在是什么表情？我看看，这位美女，您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工业机器人，工业机器人，老夫手艺，车型和机器设计。New surveillance video shows the man police.